阿凯没带钥匙啊？他刚跟我去吃饭了。那这个时间谁会来我们家？哎，大大妈！高佳悦。哎，好久不见，高佳。高佳阳。哎，你是不是不欢迎我？没有，你喝醉，你喝醉。抱歉啊，抱歉。哎呦，好久不见嘞。八佳悦。哎。八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一说人就跑过来？啊，想你啊，想你啊！哎，哎呀，杨秀，那你被安利，被上辈，哇，高家的高级按摩椅，一定不是妈妈的，都是高家的。高家长，哇，你老公孝顺的呢，喂，高家呀，高家凯，高家你小心一点，高家凯。过来给你抬那个个麦下，高家凯，喂喂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呢，哪位？陈佑。喂，哇，陈佑，哇，你妈两年不见，你妈长那么高？哦，还好还好，你长得像你妈，不像她，可能小时候比较可爱呢。哎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我就求你，就求你，就求你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我，这个我嘛，这个我哎，你是听话的，你有记错？错了，我知道了，是他生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生日快乐！来，高大夫还在，高大夫不在，好，吃饭。吃饭，爸，你说。怎样的？你卡的啊？好，爸给我点醉了。哎！哎呦！高佳悦，妈今晚是不要弄了。你小点。哦，还不要弄啊？刚我去那天棚里压车啦。啊，老大人，生日快乐！老大人，老大人，生日快乐！哎，你干哪看？啊，唔遐一了个啊！有假的啦，你看。